国中生、高中生牵女朋友的手就会勃起。哦，我知道这个。但这件事情就是真的，对。而且包含说，我有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些小情侣，我会故意看那男生的裤裆。哎哎，然后还真的被我看到几次，真假的？对，就是秃一根在那边，整个印在那，对，绝对会。但是他女朋友没有发现吗？你就想并排在你旁边的人，你不会去看他裤裆啊？对面走过来的人才会看啊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都喜欢穿牛仔裤，因为牛仔裤比较厚，对，或者是紧一点的内裤。我高中生每个人都会经历过这段。所以原来你以前的措施是不是就是内裤穿很紧？内裤就穿多一点了、啊，紧然后多一点，或穿两件内裤啊。那时候有一个招啦，哦、就是说因为里面就会故意穿一件球裤啊，是哦，哦，这哇，你搞成这样。